来一路呢，来看看去哪里，很明显啊，告别式。我不敢讲，鞠躬。对，告别式我也会穿这套，在里面会是黑色的。好，大家就要去哪里啊？圆圆，你说这个见男人就来讲，见男人，很像面试的穿着啊，面试没有，我没穿西装，穿西装可能就比较像。这不是西装吗？这个不是，是比较有点哦外套罩衫这样。这个是过。运动也不是，因为又是运动鞋，不是接小孩，接小孩这样好严肃哦。对，我想小孩那个老师看了都会害怕。是去吃饭吗？餐厅吃饭。好，就是我跟海芬差不多，除了来录以外，都穿这个，也都穿这样。那我以前会穿稍微比较浅颜色一点，我这边有看，给大家看一下，可能就会穿像这种。绿色啊，觉得哦还稍微短袖的，那时候很没有羞耻心的时候，然后被拍到，有没有看到？有，然后就这一张啊，对，你很难过，然后花式，还有你的背对那一张好可怕，对，然后那时候我最高峰的时候可能有72、73公斤，好像吧，70多的时候，哦，然后可是他们拍起来也更胖，然后尤其是又比老公。还胖有没有？有。然后就跟老公说说笑笑，他们就说我是花式，就是一个大婶在花式撒娇，所以这件衣服在这个报纸就是被露出被看到的隔天，我立刻就烧掉丢掉了。太可惜了，我觉得少伟哥应该会喜欢。对啊，军绿色，因为我也很喜欢军绿色，真的延伸的哈。对，好可惜。那我以前留给我，我以前年轻就穿一个军靴了。这种，从此以后呢，我就会穿这种比较低调的，就像我现在这个，我今天穿也是我被偷拍过的，然后这一次是参加女儿万圣节的那个活动，然后这样子起码拍起来没那么胖，就是黑白的东西看起来就比较不会像这个在阳光底下，这个真的见光死，很想死哎，而且我真的这个事情被大家笑很久，对，然后又说气色不好很差，殊不知我还化了妆。对，虽然不是大浓妆，可是我有化，而且就是在我家巷口哦。我想说去家里巷口，凭良心讲，去家里巷口买咖啡穿这样有很邋遢吗？我觉得还好吧，对啦，就是人的问题。老师，没有，我觉得身形真的，因为他的那个肩膀天生就很对，比较厚片一点，所以我就会真的就是穿以后就是穿西装外套或者是，可是一路你穿这个黑色，你看第一张左上角那个照片背影对不对？其实它的黑色的 shadow 还是很明显，因为我们常常跟大家讲一个观念，不是黑就一定显瘦，对，你要看你在的环境，或者是你看它后面刚好有那个。刹车灯的霓虹灯反射以后呢，它的黑色 shadow 就更明显，看起来更粗。天哪，这个粗很粗哎，尤其是在我女儿旁边，看起来那个对比，对那个对比更明显。那天我们就是一家三口都是黑白配，你看老公穿白色面积比较大，还看起来还比你瘦。对啊，但我当初一开始这个时候是我刚比较胖起来，就是我女儿才一岁多的时候，因为我产后其实是比较瘦，我大概在一岁多的时候就每个月平均产后平均胖一公斤，每个月胖一公斤到一岁多，每个月胖一公斤，差不多就慢慢胖，慢慢胖，胖到我不知道，所以我这时候穿着还是我瘦的时候的，觉得可以穿的，然后我就发现，哎，被拍到以后我才发现说啊，原来我这么胖，然后从那次以后我就开始觉得。我很没有自信心，那我就觉得我什么都是要有一个罩衫，对，或西装外套，西装外套，对对，或者是黑的裤子这样子，就是起码万一再被拍到的话，不会这么难看，因为这个线条真的是肚子、屁股，就是背这里有没有？对呀，明明有盖，还讲人家把你写成那样，你就是那样啊，就是又不能气，因为他写的都是实话，因为真的就是看起来像大婶啊，而且我那天还真的跟老公在花市撒娇，叫呵，然后还有动态，然后自己看的动态就真的很想揍他，动态看起来更可怕。这是属于对时尚的一种心灵创伤，对，就是产生了那个创伤以后，你就不敢挑战任何比较流行的衣服。我私底下就会真的不敢，会很保守，除非要工作。那我私底下的话就会尽量是素的、灰的，然后或者是米的这种颜色，我只有工作的时候才会跳色。对，太可惜。以上的这一次我来刚刚听圆圆这样讲后，我发现就是我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就开始觉得在家真的就不能太邋遢，
前几天我在家的时候穿了一个细肩带的背心，因为我只有在家里才敢穿，因为我觉得我手臂很粗，然后超级超级超级短的那种，有点像热裤。紧身安全裤这样，棉裤哦，就这么短，然后就是合，就这么合身的，这样肉会跑出来的那种，然后我就叫了外送，然后我就叫了外送，然后就他快送到的时候，然后我就说哦，那放在哪里的箱子里面，然后因为像外送是不能够接触的嘛，对不对？然后所以我想说哦，已经过，那我从厕所洗个手出来，想说他应该已经走了这样，然后就把门一打开，这样我就发现有人在我面前，我就。外送的小弟弟就站在我面前，然后我就这样，然后细肩带白色的，然后一个黑色的这么短的短裤，我就拿出去。他说：“小姐，那个我不小心打翻了。”我说：“打翻什么啦？”我就赶快拿起来，然后把门关起来。他就说：“我不小心打翻了他，我要付钱。”我说：“不用付了，你赶快走，你给我走。”然后说：“你害我害羞了，不是打翻烫的这件事情。”而且他叫你小姐，对，他没有说阿姨。阿姨，因为可能有点暗，他我很祈祷他没有看到我的脸是谁，因为是用我老公的名字买的。哦，然后就是太丢脸了。这样讲完这一串，你在 Dcard 上面就会看到。有一天我去蚂蚁陆家，我汤打翻了，他人很好的，说不收钱，可是我看到他怎样怎样，然后喊着 PS， 他还要再。吃哦，超丢脸的，这么短的裤子哎，这么紧，那你为什么要在家穿那样呢？我就是在家里这样穿呐，习物啦，十年前的，也不是，就是比较紧一点，想说就是让自己就是警惕自己，看到自己的身形，然后做运动，我就会穿那种比较紧的背心嘛。然后他还很认真打电话，又传讯息来，你真的不要付那个不要收钱了吗？我可以给你我可以，你可不可以给你我的账号？我会好好哦，我就说你不用了。上班他会不会是因为看到你的穿着他才打扮的？有可能没有。我就打翻，我还开一个门缝，这样一拿，而且这个姿势超丑的，这样。哦，后来我就听演员这样讲啊，如果我们在家里面都漂漂亮亮的、干干净净的，而且重点是，如果你有老公，他看你心情很好，真的吗？对，难怪我老公都不回家。你说我在检疫旅馆了，我在隔离哦，哎，怎么隔离两年都不回家？自从可以开放内用了以后，哎，老公说我很忙，今天客人很多，想到底有没有客人？怎么凌晨四点才回家？老师明白了，我觉得在疫情过后哈，你突然在家里出现这样子，你的老公一定是马上又让你怀孕了。来，请看，每天回家是不是？我老公会打开门说：“是谁啊？”对呀，这样他永远不会怕那个乌狗仔、狗仔或乌狗，大门就直接打开来，哎，放这啊！哇，什么放这？什么东西？哪放进来？餐点放这？对 ，OK， 我觉得以路哈，他就是自从可能被拍了以后，那个创伤太大太重了，所以他永远的搭配方程式就只有一种，就是外面加安全的西装外套或罩衫。那我今天就是让他反过来，我外面给他一个简单的背心啊，你看里面是一个衬衫，然后整体的感觉呢有点乡村风、田园风。以路我相信已经至少十年没有挑战这种很亮的颜色，对不对？应该哦，没有十年有个八年，就是怀孕以后就没有过了，就是没有过穿这样。这个东西在我家的单品也都已经淘汰了。但是我觉得今年啊，这几年对以路来讲，在挑衣服会比以前再简单一点点，因为现在落肩的或比较宽松的衣服呢，变得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基本上呢，你看它的背心哦，它不是做的像我们以前十年前那种非常合身，不是合身啦，对，也不是紧身，对，它是就是刚刚好，然后会让你呈现一种 H line 的一个线条，所以呢，这个亮色系反而会让你变瘦。我们讲就是说，以前我们的逻辑都是黑色才会变瘦的，对啊，可是这个亮色系会让里面的白没有那么的膨胀，而且它又横条纹的，如果我是看它在架上，我一定不敢拿。对对，你会觉得很膨胀。对，所以我觉得重点除了上面的元素跟颜色之外呢，另外一个大家要注意的是剪裁部分。对，那里面的部分呢，其实田园风它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蕾丝的大领子。那蕾丝的大领子为什么非常适合以
露，你看它的领子在旁边的部分呢，它几乎已经贴到它的肩膀，所以它有这个削肩的一个视觉效果，会让你的肩膀变窄。那另外你可以多买几个这种领子，对，领子大片也可以让你的脸变小，脖子变细，所以一路这样穿的时候反而会让他的人看起来变小只。然后另外就是在裤装的部分呢，其实今年有非常多的宽裤，它本身在裤裆的地方跟臀部的地方它做的是比较宽松的，所以你比较不用去担心说这个衣服你看起来臀部会非常的大，因为以前我们讲这种格纹裤最担心的就是屁股的地方看起来非常非常的这个大只嘛，可是你看它这个 后面的部分是松紧带，所以你从侧边拍，哇，你再也不怕狗仔了，就觉得它瘦好多。对啊，它是瘦的啊。然后在底下的部分呢，我甚至很大胆的给它了一个厚底的那种有点像老爹鞋楦头的大男生中性风的皮鞋，然后它也是有一点复古的格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它有格纹，有横条纹，有田园风的一些元素，看起来就是会有那种很复古，然后现在精品都流行的那种比较田园乡村的味道。那另外就是在这个帽子的部分呢，因为是田园风嘛，乡村风，所以我就给它来一个编织帽。这个大盘的编织帽呢，它也是应该是第一次，因为这是台湾设计师他的第一个作品，接下来他会量产，所以呢应该也是在媒体上第一个曝光。那我觉得大的这个帽檐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大家一定知道，就是脸会变小。对啊，然后底下呢它有这个暗扣，它可以接上很漂亮的链条，这个链条呢你可以当做帽子的这个装饰，你也可以当做眼镜链，所以它有非常多的功能去做一个辅佐。那另外当然我给他一些暖色调的饰品，包括这个戒指啦，还有这个手环，再加上一个大包包啊，一路记得因为要跟小朋友出门嘛，对对，大包包比较方便。还有一点，大包包会让你身形看起来变得比较小。然后他的这个包包呢，我自己非常喜欢他的皮革的这个面料，因为这个是来自这边只有一款，这是来自那个佛罗伦斯的。如果大家有去过佛罗伦斯，会知道说他们的皮革工艺其实非常的厉害。所以你在佛罗伦斯你可以买到很多很漂亮的皮件，所以这个做工其实很好，但是它是精品等级的做工，可是它的价格又没有到那么的高，所以我觉得很多女生你戴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很心疼，如果跟小朋友啊放一些东西，但是它的质感又很好，又可以显现一路该有的一个身份品味。对，品味。那另外我们讲到帽子，其实今年有非常多好玩的帽子哦，像这样子编织的，然后它是做不同层次的拼接，你看这个地方它做的是有一点秋冬味道的针织感，对，然后这边又是那个很夏天的编织感，所以这两个拼接在一起的时候刚好是你秋天很适合的一个单品，因为冬天戴可能有一点太夏天，那夏天戴的时候它感觉又有点厚，这个你也可以试试看。哇，很轻哎，对不对？很轻哎，而且它是挺的耶，有，我看到它的那个透光性。 对，而且其实国外好的帽子跟大家想象不一样，不是说几百块，他们真的有时候都是破万啊或什么，但是我真的觉得如果好的帽子是值得投资。那除了这个以外，包括眼镜哦，除了墨镜以外，我觉得一路可以戴一些这个平光眼镜，就是露出你的漂亮的眼睛，因为一路的脸很讨喜嘛，很有这个优势嘛，可以骗人说我看起来很瘦，很所以对很好，天使这里也是天使的身材。所以呢我给他一个很标准的那种绅士方框的眼镜，但他在旁边边缘勾勒了一些漂亮的黑色线条跟暖色调啊。那除了这个以外呢，今年也很多的亮色系哦。哇塞，对，这它是一个荧光色的罩衫式的这个长洋装啦，它等于是有一点像 T 恤把它延伸的，然后底下它那个网布呢是整个拼接在一起，所以它就会制造出一些层次，因为我们讲比较原生的女生她可能没办法穿太多堆叠的东西，因为会看起来臃肿，所以你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有这个本身异材质拼接的，它就做出一些层次，那外面你可以很简单的这个绑一些 T 恤啦，或绑一些衬衫哦，去制造出那种好像身形的一个破坏，不会让人家觉得你身形非常的圆。那另外就是你看我们今天搭配的非常多颜色都是非常轻柔的，以前我们会觉得轻柔的颜色好像只有在春天会出现，对，但是我跟大家讲今年不管是质材或者是颜色全部打破了以往的规律，
你在秋冬的时候反而要大量穿这样的颜色，人家看起来才会觉得你很潮。好的。平时在家这样穿也很不错，清新田园风看得很舒爽，不管是外送还是快递来，再也不用担心被看到邋遢的模样了。